我们家孩子今儿回家睡觉，来，宝贝儿，那你别走，过来。哎，宝贝儿，哎，抱团取暖啊。走了，宝儿，就搁那个摄像头那儿呢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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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哎哎，这是谁？哎呀，好乖。小宝，哎呀，走了走了，回家吃方便面了。哎呦，这大，哎呦，这蜘蛛真漂亮。哎，什么红的啊？你看，哎呀，蜘蛛又不吃人，不吃人的东西很多啊。妈妈，求你了，你别整它了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走吧，你别整它了。哎，你别整它了，求你了。好了，哎呀，还是扫个爱心行动吧，就让他嫌弃吧。哎，你瞧他那大腿。要是实在没得吃，拉下一块肉，大伙儿能炖不少。嗯，我腿最粗的时候要比这个还要粗一大圈。啊，对，那个是比赛的时候。啊，比赛的时候。对，我这个腿跟我母亲的那个腰是一边粗的。哎呦，哎，那你妈腰够细的。你想父母吗？想想。也想。我睡眠比较浅，晚上睡觉就把电话调成震动啊，或者就专门给我爸妈专门找个小号，我怕他们有啥事联系不上我。阿图，你听听，你看看人家怎么做儿女，咋了？巴图常年静音呢。